现在他的生命体征已经处于平稳，但是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。不是已经进入安全模式了吗？为什么他还可以放电啊？其实我已经帮他恢复了初始模式，机械心脏的安全模式已经退出了。什么？顾先生说，虽然他知道时间会缩短，但至少他是鲜活的，而且他也能体会到真的情感，不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活着。顾先生说，虽然他知道时间会缩短，但至少他是鲜活的，而且他也能体会到真的情感，不会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活着。
圆圆。圆圆，我只能用这个方式跟你告别，因为我没勇气看着你的眼睛告别。我的确算不上胸怀大志，但我一直想把欢乐带给身边的每个人，交一个挚友，爱上一个女孩，我的这些美梦都实现了。可是我爸却让这一切都破碎了。突然之间，我的生活找不到方向了，驯鹿垮了，我爸坐牢了，我还要处理很多很多赔偿的问题，一切都在顷刻之间被毁掉了。圆圆，我爱你，可是我没有能力守护这份爱情，我不想连累你跟我过苦日子。协议书签好之后就放在这里吧，我会让人来拿。我希望你能快乐。